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大纪元武汉肺炎追踪》联合直播节目，我是啾啾，我是新鹏。好的，现在是中港台时间2020年2月28号晚上10点，美东时间上午9点。新冠疫情蔓延44国，荷兰、北爱尔兰和新西兰发现首例，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可能变成全球瘟疫。韩国今日新增571例，再创新高，全国累计确诊2337例，死亡13例。日本北海道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北京市疾控中心公布，在24日与26日两天共新增11例确诊病例，他们的活动场所来自中国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所在地，即中共网信办。目前有178位密切接触者遭到强制隔离，深受禁锢之苦的大陆网民一片欢呼。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嘎与外交部长等多位官员出访中国，会见习近平、李克强。在27日晚间返回蒙古后，立即被隔离14天。巴特图勒嘎还宣布向中国捐赠30000头绵羊。目前蒙古尚未有任何武汉肺炎病例，但是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阻止疫情进入，学校停课到3月底。在各国关注疫情爆发的局面下，香港警方突然以涉嫌参加反送中非法集结罪逮捕了工党副主席李卓人，以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和一传媒创办者黎智英。李卓人批评警方此举是大算账，属政治操作。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非常担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理疫情的能力。美国情报单位将会使用各种手段，从卧底线人到电子窃听装置，来追踪武汉肺炎疫情的发展，评估各国的处理进度与应变能力。报道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已经收到美国情报单位针对世界疫情演变的报告，并且将其列入每日汇报的重点之一。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韩国今天新增确诊病例共517例，单日再创新高，全国累计感染人数破2000，达到了2337人，这是韩国自1月20日确诊首位新冠状病毒感染例之后，时隔39天，全国累计确诊破2000例。确诊患者仍然集中在大邱和庆北地区，目前这两地累计确诊的病例已达到1708例。韩国累计有13例死亡病例，有26人康复并解除隔离。韩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表示，该公司的一名员工在今天上午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公司立即停止了其位于东南港口城市蔚山第二工厂的营运。这名员工隶属于第二工厂拥有3000名工人的油漆车间，公司正在核查工厂内与该名员工的接触者。第二工厂雇佣了4000名工人。北海道与札幌市政府今天表示，新增12名武汉肺炎患者，包括未满10岁的男童。总计北海道已经有66例，是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因应境内武汉肺炎疫情严峻，病例数日居日本各地之冠，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今天发布紧急事态通告，呼吁道内居民本周末避免外出，共同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北京26日新增1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据媒体报道，这些病例活动场所的地址与中共网信办下属单位国家互联网因应中心重合。通报并没有透露事业单位的名字，不过新京报称，病例活动小区或场所为朝阳区安贞街道富民裕民路甲3号。网民发现这个地址是网信办的地址，网民欢呼。那秦鹏，你这个消息您怎么来看呢？这个跟网信办的地址是重合的。对，这肯定就是网信办啊。嗯哼。对，然后呢，我其实我也挺高兴的。
哦。啊，对，因为实际上作为一个这种资深的网民，我们用微信、用微博，对吧？也之前，所以的话呢，就是你会发现经常会被删号，啊，很多人的话呢还会被去喝茶，甚至的话呢，这个还有因此坐牢的，甚至是。还有上电视认罪的等等的。那这一次的，你像这个瘟疫呢，就之所以蔓延这么厉害，那就跟这个网信办下属这些机构的话，它是要审查微信。是。把这个像李文亮啊等等那些，就是那些专业医生，实际上是抓，就是找到了之后，然后给他们训诫，啊，这有极大的关系，啊，所以的话呢，这一次他们就是一个罪魁祸首，所以就没有了网信办和就是类似中宣部这种审查机构的话，我觉得中国才真正的有言论自由，没错，才会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对吧？我觉得才有这个真正的文化的繁荣，我觉得才自由才能真正的开始。而且如果说没有网信办这样封锁疫情的消息的发布的话，我想可能疫情会受到更好的控制，啊，也对，说不他定。要没有这种真相，实际上是最好的这种疫苗是。啊。要是信息自由的流动，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就不会有今天这么麻烦的这个事情，没甚至错。全球也不会说因此的话，那个大家不用说不翻墙出来，对吧？好，就是全世界的话也会及时得到这种警示，然后的话大家一起来去把这个做好准备。所以我觉得网信办这次攻陷它，我觉得是个至少是个好事情，是好吧？的，不多的好消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冈日前访问中国，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成为武汉肺炎爆发之后首位访华的元首。2月28日。巴特图勒嘎以及其他政府官员结束出访行程后返国，目前正接受为期14天的隔离检疫。自从去年12月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巴特图勒嘎是首位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疫情，蒙古政府在1月31日宣布。蒙古将关闭所有进入中国的出入口岸，直到3月2号。此外，蒙古也已经暂停所有来自中国的航班，并且禁止中国公民以及经由中国前往蒙古的第三国旅客入境蒙古。好的，接下来看到中共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今天开会决定，中国大陆大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的开学日期原则上继续推迟。这项会议还决定推动建立和完善与人员来往较多的国家的卫生防疫沟通协调因应机制。制定跨国交通工具、口岸、高风险人员出入境。互相衔接以及相应的疫情防控标准，采协调采取共同防疫措施，有效地防止人员跨境流动、中输出或输入的疫情。好的，接下来再来看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的邵逸夫医院远程会议中心，昨天进行了一场针对湖北武汉、荆门两地为重病例的3地联合会诊。荆门一名严重啊，患者危重，专家建议用人工肺值得注意。这一名61岁男患者是一宗典型的聚集性病例，在过年前，他亲戚朋友包括武汉回来的23个人聚餐，后来20人被确诊新冠肺炎。这名患者1月24日发病，食欲差，在1月27日开始发烧，体温有38.5度 C。在2月12号，患者转至荆门市医院，当时他的血液饱和度只有87%，有无创呼吸支持，患者并没有明确的既往病史，入院诊断是危重型的新冠肺炎，呼吸衰竭病人。好的，接下来看到。最新消息是，一名22岁的意大利职业足球运动员确诊感染武汉肺炎。在伊朗，22岁的女国家，足球队成员，女国家队的成员也在确诊后不久去世，成为足坛首位因为武汉肺炎去世的运动员。根据罗马体育报的报道，这名22岁的意大利职业球员金保罗·阿克盼派乌多日前被确诊是罹患了武汉肺炎，在目前已经住院治疗，成为意大利国内首位确诊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另外，据伊朗媒体法尔达电台2月28日报道，伊朗国家女子
五人制足球员成员22岁的伊尔哈姆·谢赫，前他在日前死于这个武汉肺炎。不过伊朗政府并没有因此停止足球比赛。好，再来看到新冠病毒已经攻入了伊朗最高层，在伊朗的副总统他也确诊了。伊朗媒体2月27号透露，伊朗的副总统马苏梅·艾布特卡感染新冠病毒，当天已经被确诊，这是目前全球感染新冠肺炎级别最高的官员。据报道呢，艾布特卡26号还参加了内阁会议，他的座位离总统哈桑·鲁哈尼不远。在艾布特卡之前，伊朗还有3名高官被确诊，他们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莫哈塔巴·佐尔诺，还有卫生部的副部长伊拉吉·哈里奇，以及首都德黑兰的国会议员萨德吉。目前伊朗呢是中国之外死于新冠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伊朗当局公布的数据，伊朗已经有254人确诊，26人死亡。中共去年12月份隐瞒疫情，导致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失控，成千上万的人感染和死亡，数以百万计的人陷入了生活困境。但是就在疫情继续肆虐并扩散到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时候，中共官方呢却大动作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国战役》的书，歌颂习近平应对疫情的远见与卓越。这引发了大陆民众的愤怒，纷纷的在网上发言抨击，有人谴责说受害者还尸骨未寒，每天还有这么多人在病床上挣扎求生，悲剧还未落幕，他们已经在庆祝了，这是人干的事吗？也有人痛骂说实在是无耻之尤，足令人做三日呕。还有人说太恶心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写得下这些肮脏的马屁，我怎么会和这些人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啊。接下来继续看看伊朗的消息。伊朗这两天爆出很多的感染者，死亡人数甚至成了全球第二。各种原因让人猜测，伊朗卫生官员认为是在库姆市工作的中国工人带进来的，阴谋论也大行其道。不过网民发现武汉是中国的伊朗留学生最多的城市，所以伊朗病毒很可能是留学生或是游客引发的。之所以库姆最先发现的病例并没有接触中国的历史，是因为他们已经是好几代人传人了，真正的超级传播者还没有找到。据伊朗华语台的消息，2月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写道，一架载有居住在中国武汉伊朗人的飞机从武汉飞机场飞往德黑兰。目前伊朗已成为中国大陆以外死于新冠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好，接下来看到荷兰出现首例确诊，疫情延烧至44国，累计有3474例病例。在过去24小时之内，巴西、希腊、挪威以及罗马尼亚等7个国家出现首例。好，世卫警告有可能演变成为全球大流行，如果有国家认为不会受到袭击，将是致命的错误。疫情处于决定性的时刻，呼吁所有受影响国家要尽快采取行动控制疫情。澳洲总理莫里森已将疫情视为大流行，除了宣布国家紧急因应计划，并且考虑采取额外措施监控抵达澳洲的旅客。好，接下来我们看到2月28日早上，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工党副主席李卓人、民主党前主席杨森也被拘捕。据悉，这一次抓捕行动与几位民运人士参与去年8月31日的反修例游行有关。在去年，民政决定在8月31日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游行，但是遭到警方的否决。香港民众并未退缩，而是改变了形势。8月31号当天，数万港人走上街头，喊出了“不许共产党乱港”等口号。黎智英还有李卓人也到港岛区参与了这次的游行，警方因此指他们涉嫌非法集结。黎智英被抓之后，一位网友评论说，中共港府不对
721元朗袭击事件和831的太子站袭击事件进行彻查，却只是对支持反送中运动的民主人士进行秋后算账，香港没有希望了。有评论也指出，目前新冠肺炎病毒正在蔓延，香港警方突然于清晨上门抓人，释放了恐怖的信号。这也表示，其一，港府和中共开始秋后算账，要进一步镇压香港民运；其二，中联办和港澳办官员在前不久大调整之后，将继续强硬路线；其三，疫情严峻，中共首先确保维稳，大陆和香港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要问一下秦鹏，您觉得在这次中共又大规模的抓捕，港府大规模的抓捕这些民运人士，您怎么来看待呢？在我来看，其实这是比较正常的。就说为什么他正常，我不是说他应该这么发生，而是说呢，就是按照中共的这样的他的这种本质或他这个思维来讲的话，他不可能不秋后算账。而且的话他也没有这种是非观或者他这种善恶观。是。那么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就是去年的时候那个721，对吧？对。72，然后呢后来的这个831。嗯。这里边的话第一次实际上是这个元朗那个黑社会，就中共指使那个黑社会，然后的话呢就是无差别的袭击这个民众。是。然后呢 ,831 呢实际上是有这种港人在那儿的话，这个地铁那种也是。就像港警实际上是这种袭击了民众，这两次都非常典型的，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中共他实际上是不仅仅是没有这种任何的忏悔，任何的这种改正，现在的话呢他还要去这个抓捕这些我们叫民主运动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代表人士，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的话，觉得完全是符合中共这种本质的。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就中国大陆的民众发现对好像对香港的这个就越来越能理解。因为一开始的好多人还因为被受中共那个宣传嘛，认为这个香港人要搞什么港独啊，搞什么东西，后来发现他不过就是这个要个自由。而这个自由有多珍贵的话呢，大家也在这一次疫情中就亲身感受到了，说如果没有这种言论自由，没有这样的游行自由，没有这样的集会自由的话，那么同样的，那我们所有的其他人都是一个待宰的这个羔羊，没错，很可能的话哪一天不知道就没有怎么就 game over 了，对吧？所以刚才我也看到就网民在这个我们的评论里边在那儿讲说，这是 BS 讲说，翻墙出来即使戴口罩心情也愉悦，还有这个玄机讲说今天中共网络防火墙的单位10个人被感染，这消息如同二战胜利一样十分喜悦。就说大家其实对自由的渴望，我觉得在不分国界，不分这样的这种城市，不分的这种地域，对吧？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渴望一种自由心灵的，对吧？一种愉悦的东西。是，我们也欢迎网友可以来随时跟我们留言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在2月26日晚间哦，志愿者郑能量与朋友胡恒斌开车途经武汉长江大桥，发现一对流落街头的中年夫妇，于是停下车来询问缘由，得知这对夫妇年前从湖北咸宁来到武汉看病，因为封城了不能离开武汉，现在看病带的钱已经全部花光，食宿都没有着落，所以只能流浪。我们来看看这些消息。就是说，今年2020年2020年，不是你们在这边几天了？在这里去年待的。去年待到现在。哎，是啊。那你们每天怎么吃饭呢？你封城，你们没有出去。每天怎么吃饭？那怎么吃饭呢？刚开始在医院，我们是自己掏钱的。那现在怎么吃呢？现在住房子也是自己掏钱，自己掏钱，现在我们钱没了。现在怎么吃饭每天？你们没有求助？捡饭吃啊？求助啊？你们捡饭吃啊？你在医院看病有什么病吗？有病吗？就是那个我不好的说，那什么病呢？本职工作是什么？两位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哦，您的工作是什么？我老婆是这个肺结核，这个慢性肺结核。哦，肺结核，哎呦，那传染，那赶快把口罩戴上。那个，那您本职工作是干嘛的？我是在外义乌打工的，在那边。我在义乌，那大姐呢？我在家里。那等于两位过年前就来这里看病了，现在出不去了，每天捡东西吃。也不给我们吃，把我们车上的饼干都再拿下来点，都给你们那个什么。早上去，你们现在每天能碰到多少流浪的人员？那我也不记得。有几个？那出去我不让我们吃了。
我们搞点被子给你们。来来，我们聊垃圾，这不知道，这收起来多大一点。没事没事。好的，接下来继续看看民生消息。在大陆宣布复工之后，民众最担心的就是发生群聚感染。在近日，有大陆民众拍下一个上海工业园复工后的情景。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些员工不仅没有进行隔离，而且紧挨着站在一起。有网友表示，这简直就是在培养病毒。还没上海厂嘛，就是姐，别复制，还没复制刚强嘞哈。管理能力不中，整个叫宿舍的，这盘子那人们连管理都没有。哎，看这行李吗？你这些都是大堆小堆的。看这行李吗？啊，那边还有个教室，没人管那东，没人看，丢了也没人弄那。有纸吗？哎，姐站两天了，终于坐着了。哎，都是，这客人不大吧？还没吃饭呢，这，哎，真坑啊！这，俺们是来常住的，这没饭吃，都是吃泡面。哦，这来上海的第二天吃三顿泡面，这是宿舍。来，给你弄一个。哎，这都买点菜吧。嗯。不要。在中国各地为严防疫情蔓延而停工停产，除了重创中国内部经济以及人民生计，同时也影响全球产业链，导致外资纷纷撤离中国大陆。专家预测，这一波疫情将在一年内促使中国经济发生崩解，甚至比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的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影响层面更深远。我们来看看接着报道。好，疫情对中国制造业冲击最大，在湖北省2019年占中国 GDP 的4.5%，武汉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发展城市，紫光集团、长江储存等晶片原厂都设在武汉，本田、日产、通用汽车都在武汉设厂。中国有4300万家中小企业制造业面临断料滞销的危机，年后有许多订单无法准时交货，服务观光业更是损失惨重。在国际企业中，麦当劳宣布关闭湖北近300家的餐厅，星巴克在中国的2000多家分店全部停止营业，苹果电脑暂时关闭在中国42家直营店。根据摩根史坦利经济学家估计，只要中国延后一周开工，在一二月工作产出就会减少5%到8%。接下来看到新冠疫情病毒的蔓延给中国产业带来严重的冲击，全国各地停工停业，大量中小企业正在生死线上挣扎。有调查显示，有90%中小企业表示目前企业资金撑不过3个月。据彭博社报道，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严重，中国的很多企业仍然在挣扎复工，全国各地数百万计的公司都在尽力维持生存。本月对中小型中企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3的受访企业只能再支付一个月的固定费用，另外1/3的受访公司表示资金在2个月内就会用光。报道称，尽管中共政府已经削减了利率，下令银行增加贷款，放宽公司重启运作的标准，但许多私营企业都表示他们无法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应付即将到期的债务，也无法应对工资支付。现在订单入不出来，客户要货发不出去，然后工人没饭吃了，都很无奈，反正基本上都处于瘫痪状态了。基本上所有的企业都是这种情况吧，他现在物流不通，所有的物流全部都是处于停滞状态，你有货你也发不出去，你物流你不通，你什么东西都不行。山东省某公司经理张先生向新唐人披露，现在80%-90%的工厂公司都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即使中央不断提倡要复工，但各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在抵制开工。现在都不敢复工，你知道吧？虽然是提倡让你复工，明面上是提倡，但是暗地里还是不叫你开工。万一开工之后产生了大的这个疫情扩散，应该受处分的应该是本地政府，包括老板。
没意思，让你复工，你复工你可以干，然后你可以回来，但是你回去之后也复不了工，他也不会让你复工，他不会拿自己的那个乌纱帽去给你赌。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近日发布一项报告，也显示因资金紧张，近九成的中小企业撑不过三个月，也有五成企业表示经营困难，已有裁员的计划，还有近三成的企业表示目前情况将导致亏损。据路透社报道称，新潮传媒的创始人张继学向员工表示，目前公司的十亿现金储备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可能只能够撑六到七个月。随后该公司宣布裁员500人，高管集体降薪20%。事实上，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已经面临融资难的问题。外界担忧，一旦中小企业出现问题，将给已经放缓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威胁。而很多中国大型银行近两年已深陷困境，如今为应对病毒危机，对企业提供的支持也很少。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只向大约5%的小企业客户提供了些缓解措施。如果中共的银行如果能够去支持的话呢，我看这些中小企业可能很难得到这些贷款，即使他要贷给他，他没办法表明他们马上可以真正的开工，因为你没有开工，你就没有现金流，你就没办法还贷款。如果这企业最后还是破产的话呢，那你那个贷款也都打了水漂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谢田认为，中共现在推出国有银行放贷刺激市场经济的做法可能作用不大。中国经济里面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国有银行呢，它向那个大企业国有企业倾斜，这个钱都借给国有企业了，国有企业就拿着钱去炒房地产，所以中小企业一直是有这个问题，一直是得不到贷款，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去借那种高利贷地下钱庄那个钱，导致这个利率非常高。所以这个时候中共那个推出啊，你国有银行去放贷呀，刺激经济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基本上没什么，不会有什么效应。国际信贷评级机构标普的一份报告预计，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四月仍然没有好转，今年大陆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可能会急增至7.7万亿元。报告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大陆生产活动中断，也将导致企业和个人在偿还债务方面面临重重困难。接下来关心国际最新消息，两名美国官员目前告诉路透社，为抗击新冠病毒，川普政府正考虑通过适用国防生产法来调用特殊权力，以加速扩大国内防护口罩和防护服的生产。国防生产法是美国国会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通过的一部法律。英媒路透社在周四2月27日独家报道，川普政府目前考虑援应该法，标志着美国对疫情的反应升级。在1950年的国防生产法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出于国家安全以及其他原因，扩大关键材料或者产品的工业生产。美国最大的口罩生产商包括两家 3M 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但是上述国土安全部官员告诉路透社，这些东西显然很少是在美国制造的，所以如果我们依靠国内的生产能力，可能会很棘手。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周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控制着与口罩有关的许多原料以及制造能力。阿扎尔说，美国还储备着3亿枚 N95 口罩。一位白宫官员也证实，政府正在探索利用法律来刺激防护装备的生产。因应美国潜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美国联邦以及州市政府都做出了响应。记者走访纽约华人社区，有民众表示对美国防疫有信心。那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表示，因为防疫的工作做得好，所以在美国没有出现瘟疫大流行的情况。那我们刚才呢，在街上也问了一些民众，他们大体说呢，反应还是比较稳定的，也有很多人呢恢复在街上买菜购物，而且呢，街上戴口罩的人是明显减少了。买一些口罩在家里吗？
有买一盒，但是几乎都没用。我觉得我们这里法拉盛第一个星期的新闻出来的时候，大家所有人都戴口罩，过一点时间大家就觉得也没这么严重。因为政府都出来都公告出来没有那么严重嘛，可以放心嘛，所以没必要给自己造成压力和负担嘛。有民众表示口罩难买，买了还要寄给在中国的亲人，但是现在连口罩都买不到。买不到？是啊。那怎么办呢？打算少点出来了。我女儿上网买的，因为她要买几分中国嘛，她就剩下点给我了。你还有家人在这里？有香港有哥哥，所以我要寄回一些给他。寄回香港？寄了几百个了，不过现在还没收到，寄了十几天了，两个星期了。有在法拉盛读高中的学生说，身边有同学经历疫情封城回不来美国。因为回不来了，因为航班已经停了嘛，就现在中国就封城了嘛，就天天只能在自己家里待着嘛，也不能出来，出来只能戴口罩，因为每个小区都有保安去监管嘛，所以就是说只还有什么通行证，反正就是政府就不能让他们随便出入嘛。对，那据您了解有多少这样的同学没有回到美国啊？两三个吧，没有回来。那还不算多。对，但是我有同学他们想暑假回去，但是应该就这个情况应该回不去了。应该截至2月26号，纽约州总共送检了27个样本到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检测，目前剩下纽约市以外的纽约州地区有一起样本正在等待检验结果，其余的26个样本都呈阴性。目前纽约州没有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不过有上百个曾经去过中国的民众正在家自我隔离，包括威彻斯特郡有8人，苏福克郡有29人，83人来自纳苏郡，其中只有一个人有症状。位于长岛的西奈山南纳苏医院已经为疫情做好准备，包括在医院内建设隔离间。纽约州卫生厅指出，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但民众可以通过勤用肥皂洗手、清洁经常使用的物品来预防。新唐人记者柯宁婷、韩瑞，纽约报道。接下来看到，在2月25号上午，日本神奈川川县横滨市一家药妆店门口上演了一场混战。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中国妇人在大家排队买口罩的时候插队了，在一旁的菲律宾女士劝说无效，所以两人爆发冲突，扭打在地。随后，一名中国男子前来声援中国妇女，掀起了菲律宾女子的衣服，还伸手拉她的内衣。菲律宾女子不得不停手，而旁边一位日本男子看不过去，过去帮了她。就这样，四个人打了起来，变成了中日非三方的混战。这支影片传出来之后，有网友预测说，这个消息可能很快就会在中国变成日本人为抢购口罩大打出手的新闻了。好的，接下来看到一周前，日经亚洲评论刊登评论文章说，不要让中国开始主导联合国机构，而西方国家和日本必须阻止北京按照它的造型重塑世界。在近日，旅美中国经济学者何青莲在发文，中国掌控联合国机构越多，而世界就会越糜烂。在文章中表示，中国政府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一直在寻求对国际社会的控制，目前已经掌控了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的4个，其中包括重要的国际电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及中。而中国的影响渗透到哪个机构，哪个机构就变成为一个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其中有2个机构的命运堪为前车之鉴，一个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另外一个是 WHO。 回忆一下，这2个被套上中国结的联合国机构，有助于人们认清中国因素的危害。他应该对，就是何青莲女士这个观察应该算是比较敏锐的。是，不过她这个词我倒觉得她应该换一下，就是她实际上，中共的就是渗透到这些机构里边，她其实不是为了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她是为了她中共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你比如说这次这种 WHO 的话，帮着这个中共去掩盖这个疫情，没错。那么倒霉的不光是世界其他国家，其实也包括了中国人民，对吧？如果你有这种更清晰的开放，中国人民不会这么倒霉。
如果呢新更新开放的话，那也许就恒岛的这种国际援助也进来了。所以我是觉得呢，就是中共现在实际上相当于是它不断的渗透到这些国际组织，那么实际上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危害，包括中国人民。是，好的，好的。那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大纪元以及新唐人武汉肺炎追踪直播节目。大纪元、新唐人一直秉持着独立报道的原则，站在各种事件的第一线，为真相护航，为沉默发声。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和我们探讨最新的情况，也欢迎大家提供信息给我们。大纪元、新唐人愿意为您提供快速、及时的传播窗口，将您看到、听到的疫情最新情况、民众的心声或是诉求等等，可以用影片、照片、文字的形式发表，让全球了解这场疫情的严峻，并且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节目是在中国大陆晚上10点到11点全球直播，收看重播的观众，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也欢迎给荧幕上的邮箱地址发送信息，透过网络收看的观众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给我们。好，接下来看到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2月27号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指出，新冠肺炎虽然在中国始发，但不一定发源于中国。此番讲话在推特上引发一片质疑，网友质疑钟南山成了中共的代言人。中国民间公益机构长沙赋能的联合创办人在杨占清在推特上发文说，国内曾经有人质疑钟南山，但是之后被行政拘留的15天，还被当地的检察院作为公益查件要求认罪道歉，最后被迫写下道歉书。之后杨占清再次的发文，果然有人在推特群里质疑钟南山的话之后，不仅微信账号被封，所在的群也一连一起被封了。法广文章认为，对于钟南山的讲话，从推特上的反应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网友表示严重质疑。有网友指出，对钟南山彻底失去了信心，认为他已经变成了中国的政府传声筒。那这个部分，秦鹏您怎么看呢？对，这一次就是说实话的话，这个老先生出来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是蛮高兴的，对吧？因为他好像至少说出了大家想说的，你说就是直接告出来说能够人传人，然后的话呢，之前的这个武汉政府在撒谎。是。但是呢，就是后来事情越演变，就有点越糟糕。就他似乎的话呢，是一步一步的就在替这个政府又在讲话，相当于是变相的又变成另一个这种武汉政府，所以这个让大家我觉得是蛮失望的啊。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鸿海富士康集团在25号宣布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学专家钟南山担任集团新冠肺炎防疫以及复工总顾问，这是钟南山的另一个大职。在大陆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钟南山不仅在大陆成了红人，在台湾打开了知名度，树大招风。大陆网红称红遍两岸的钟南山已经拥有了3家公司，密切关联的公司达到90多家，成了大陆舆论关注钟南山的另一个话题。那接下来我就要想请问一下秦鹏哦，这个有关于这个钟南山的部分，那您又怎么来看待这件事？他已经变成好像是一个生意人之类的这种概念，是吗？对，这个也是好像这一次我看到网民们，就是整个中国民众关注特别多的，就是说，像他这一次就是，专家组，国家专家组的话有3大院士，这个是钟南山，还有一个是李兰娟。就是原来的，这也是工程院院士，原来的这个叫做浙江省的卫生厅的厅长和书记，他的话呢也是个院士，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叫王晨的，是吧？他那个是工程院的副院长。就是说大家发现的话，这三个其实背后都是有一个这种公司团队，是，就这个让这种我们叫网民也是感觉到比较不太舒服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发现的话呢，他们好多时候他推荐的这个药或者什么来讲，他不是说根据这个病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或者是他呢有一个什么成功的东西，然后呢他就开始推荐这些药，
然后呢，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感觉大家你到底是来这个帮助去解决这种医疗困难的，你还说是来卖药的，对吧？就说钟南山先生的话呢，他就讲说这个动不动就是凉茶，对吧？是啊，还或者一些中药的。但实际上中药来讲的话，在好多环境下，至少我们不排斥，对吧？是。但是他有的时候他并不是很好用，对吧？他可能是其他的这个方法也许更合适一些，比如用器械呀或什么的，包括他可以更解决更好。那么呢，就像这个李兰娟来讲的话呢，他旗下也是一堆公司，大家发现就是他和他儿子，而且呢，他这里边他当时还推荐了什么呢？就是有两个药，他的那两个药的话呢，甚至就还没有上市，就是只完成了我们叫做这个体外试验，他是叫做阿比多尔和那个达鲁纳韦这两块药的话，他实际上说是有能够抑制这种新冠病毒啊，然后如何如何的。但大家后来发现，第一，他没有上市。就是他实际上是还是在做体外试验，然后他就开始说这个能够完成，是这个就有点跟双黄连一样，他是完成了体外试验，他就开始鼓吹说有多效。然后呢，另外一点的话，大家发现的话，他实际上跟他的儿子那个郑杰的公司是有关系，那就相当于你是在这种以权谋私的，对吧？你利用专家的一个身份，是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很过分的东西。当然呢，这个李兰娟的话后来还被发现了，他儿子旗下还有一堆的这种医疗机构，因为他特重视医疗，这个吃的就是他这个本行嘛，对吧？他原来这个李兰娟所带的这个行业，医疗行业。那么其中的话呢，也有一个叫做浙江大学叫国际医院，他而且他好像还在北京啊，在什么其他地方也有。这个医院的这个体系也被发现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他实际上是那个高干养老医院啊，就是说好多高干来讲的话，因为高干的话他就是有一个特点，是你所有的花费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全部报销。甚至来讲的话，中国的这个医疗机构里边有一个特殊的东西，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好多比如说你是部级以上的干部，是，那么你所有的这个一切叫做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也就是说你很可能是个植物人了或者怎么样的话，那就是用各种仪器维持你的生命体征，甚至你就完全是失去知觉的，那可能就一放多少一两年等等这样的，就很多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特别北京啊，或者是大城市的这个三甲医院里边，好多是这种人，这批人的话，那个全部是政府报销的，所以他们的不用担心是有什么花费问题，是啊，报销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呢，他还发现的话呢，就是国际医院像这种的话呢，他还涉毒了呢，就是活摘器官，因为就是李兰娟的话呢，她的丈夫实际上非常著名的这个器官移植医生。叫做郑树森，他是呢是浙江大学附属医院的这个那个院长，而李兰娟原来的话，他就是从浙江大学这个附属医院出身的，后来的话呢爬到了这个卫生厅的厅长，再后来的话呢就是退休了，变成了全国这种专家等等的。所以这些事情的话，就发现的话，他实际上这些官商的背后的话，其实还有很多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权的问题，还有很多黑幕。是，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到游戏瘟疫公司被制造了现实中的全球瘟疫灾难的中国政府勒令下架。好的，作为一款大热的游戏，瘟疫公司曾经连续21天隐居付费排行榜第一名，但是苹果中国却对其进行了下架。对于这样的做法，瘟疫公司官方给出的回应称，我们尚不清楚游戏下架是否与中国当下正在应对的冠状病毒疫情有关。网友 Johnny 说，瘟疫公司侵犯了中国共产党政府传播瘟疫的版权，因为传播瘟疫是共产党独有的权利。好的，接下来看到美国从武汉的第二批撤侨中有一位华人，他讲述了他们夫妻两人回武汉探亲，再来到紧急撤离的经历，我们来看相关报道。美籍华人大伟夫妇二人1月17日回武汉探望患有癌症的姐姐。大伟说，刚去的时候新闻一直说不会人传人。22号武汉还举行新年联欢晚会，结果23号凌晨2点就宣布封城，让人非常气愤和无语。大伟说，封城后被困在家里，越来越多人生病，无数患者被爆出悲惨死去。他表示，如果不是政府捂盖着且错误引导大众，事情不会发展到这样。
大伟随后向美国使馆递交申请，二月四号接到撤离通知，当天下午五点赶到机场。大伟说，武汉天河机场的工作人员处处刁难，办事效率低，花了14多个小时才登上美国第二批撤侨包机。二月五号，大伟夫妇抵达加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经过3个小时的全面体检，进入14天的隔离观察。大伟说，我们居住的是旅馆式的小套房，生活非常方便，每天还有人来打扫消毒。大伟介绍，这里60%至70%是美籍华人，大家每天检测完体温后去吃早餐，然后看书、上网等。也有人在院子里散步，但必须与他人保持6尺的距离，并佩戴口罩。午休后 ，CDC 每天下午2点给大家通报情况。晚餐时间是5至6点，有症状的人需要做新冠病毒检测。隔离期满，大伟拿到体检健康报告，才允许离开隔离区回家。大伟感叹，回到家的感觉真好，生活终于回归正常。新唐人记者站采访报道。好的，接下来听听网民的心声。一位名为猫眼看中国的 YouTuber 针对当下的疫情发出了肺腑之音。他说，我可以不谈政治，但是也可以不关心人权，但作为一个人，我愤怒了。大家好，我是猫神，现在是美东时间2月26日。这几天中文媒体和互联网平台流行的各种所谓作业梗里面的舆论火热朝天。就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刚刚大爆发的时候，他们说这是 SARS 之后做过的题，我们有丰富的防范控制经验，疫情可防可控，不会发生人传人现象，大家不用担心。但过不了几天，医院就人满为患，大量的病人不要说一床难求，就连见到医生一面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局面已经不好收拾。于是湖北当局、武汉市政府和国家疾控中心各种大甩锅，相互推脱责任，指责对方隐瞒疫情，错过了最佳防控时期。直到包子同学“我亲自负责、亲自部署”的洪亮声音发出中南海，此事才告一段落。背锅的人有了，但疫情的发展确实越来越严峻。情急之下，这位亲自负责、亲自部署的包弟也祭出法宝，不断地召开会议，开始了全国总动员，承认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危害最大的公共安全事件。随后，在各省疫情防控统计部门的努力下，好不容易把数字降下去了，却没有想到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又躺着中枪了。事情的起因当然是由于日本政府倒霉，在钻石公主号游轮上旅客大面积感染，日本国内的肺炎感染人数大幅度上升，大有善于预来之势。日本国政府也是高度警惕，号召民众注意防范，甚至发出预警，号称如果疫情大面积爆发，日本国内的医疗系统有崩溃的危险。加上同时间的韩国、意大利等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感染人数，意大利地方政府甚至祭出封城的法宝，希望借助中国的经验控制疫情的蔓延。眼看世界各地都不断沦陷，本来是灾害中心的中国俨然封景独好，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消息传回国内，这下可好，国内的小粉红们集体高潮，他们笑歪了嘴，纷纷幸灾乐祸，指责日本政府无能，甚至造谣安倍首相也被隔离，连抄中国作业都不会。甚至有媒体公开讨论要防止日本的疫情再次影响国内，声称要抵制日本人入境。事情闹到这个份上，猫神也无话可说。好，分享这段视频的网友说，这段视频只有几分钟，平缓的述说，但是却让人震动，感到某种振奋。在愤怒之后，人们将拒绝是铭记，是内心越加的坚毅。今天财经记者还独家报道了新型冠状病毒何时被发现的问题。文章中提到，武汉和北京当局在1月初要求病原研究单位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这一隐瞒病毒来源的事实。财经杂志在前晚大报指，去年12月底已有医院委托的检测公司率先发现武汉肺炎 SARS 相近的新型冠状病毒，立即上报政府，但随即被湖北卫健委下令不能再检测，强令销毁有关样本。
世界显示，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超过9名不明肺炎的病例样本被从武汉的各个医院采集出来。官方在12月27日得悉手中个案，一直到1月9号，官方公布武汉肺炎。市民足足13天被隐瞒疫情，错过最佳的防疫时间，导致疫情到爆发。文章说，回望2019年12月底到今年1月初那几天，原本应该是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但那个时候民众对这种病毒日后会引发的后果仍然浑然不知。秦普，你觉得这个文章讲述的内容和之前讲的这两批专家组的官员内容有互相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对，这两天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呢，中国的这些公司吧，就是我们叫做这些这个媒体，实际上也是在努力的寻求真相。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是整个过程中有人在掩盖，有人在欺骗。那么到底是谁掩盖，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谁的话呢应该是怎么给这个民众一个交代。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作为中国的这些民众来讲是非常渴望的一件事情，对吧？那么其中呢就是有包括这两篇的话呢，是一个是台经网的这个讲到说第二批专家他为什么没有发现人传人，还有一个的话呢是台新的这篇网的文章呢讲的这个那个基因特序什么时候的话他实际上是被发现了这种，然后的话呢说拉响了一个警笛。是，然后从各种信息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呢就是台经的那篇文章呢，它里边其实主要讲到了说第二批专家，他采访了个第二批专家，也就是说实际上1月8号以后是他呢讲说我们去了这些医院，然后呢那些这个医院到每一个地方我们都问说有没有人传人，有没有医护人员感染，然后的话呢所有的那些这个官员或者是医生们全部讲没有。是，所以呢后来他说这个地方的话呢，而且这叫属地管理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他就没办法再去有什么作为，所以后来说他们只能呢说听这个武汉地方管理，然后呢他只能说在那儿去帮忙去做治疗。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尽到责任。那么当台经网那篇文章的话也就问说，虽然他可能表面上是有这种问题，但是呢他为什么他作为专家组他是应该去调查去的，但是他同样的没有尽到责任，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其实这里边的话呢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专家讲的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因为换句话讲的话，那么因为他讲的他只是第二批专家，第一批专家是不是也都被隐瞒了不知道，所以这实际上是个关键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你说专家们被隐瞒，官员们有没有被隐瞒，这可能更重要，对吧？就是说你武汉卫健委的这些这个官员们，然后呢整个国家卫健委这些官员们他们知道不知道，是，对吧？对，所以呢后来我们从那个其他的相关的报道来看的话，其实他们都知道。那么就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台新网的这篇关于基因特序的，是所以也就因此的话呢，就是这两篇这个文章实际上触动了中共那个敏感神经，然后他就被删了现在全网查杀。那么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网上当时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这种震动，讲说过程中因为他讲了很多的这个点。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台新的这篇讲基因特序的，讲说他在12月底的时候他们已经取样了有9个人的这个样本，然后呢是最早是12月27号就测出来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是，也就是说不是，可是呢中国官方什么时候开始讲的呢？1月9号才正式开始宣布，那这之间差了多少天？又十多天过去了。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瘟疫这个东西的话，它实际上是6天到7天就可能翻一倍的，是这个宝贵的时间差不多就2倍的出去了，对吧？那就最后导致了整个盖不住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它还曝光出来呢，说整个卫健委下令销毁样本。是，那么之前的话不仅仅呢他这个调查上来讲他不让大家进一步查了，他还让下令呢这个相关的人去填口。这个也正好和我们之前看到的呢说武汉卫健委、湖北卫健委的话下令这些医生们闭口，是，对吧？包括李文亮，包括还有好多好多医生，然后甚至的话呢还这个上了央视去批判。那这个也就是说你更可恶的实际上是在这儿，不仅仅你说不公布，你还是下令去封锁消息，对吧？是，这样带来了进一步的掩盖。还有一个的话呢，他讲说1月5号就是这个基因特序的时候的话，他是在上海有一个叫做临床
卫生临床中心，这个实际上就像相当于上海的小汤山，它那个这方面的力量实际上是很强的。它是呢，就是一月五号的时候，它就测出来了，说这个，而且呢，它就非常强的，它讲说这个会人传人，那会和那个 SARS 一样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呢，也报告了呢，就是中国疾控中心还有这上海疾控中心，而且呢，在一月这个六号的时候，中国疾控中心就启动了叫做二级应急响应。是。可是呢，这个二级应急响应外边不知道，它叫做内部启动，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古怪的，也就相当于是还是瞒着老百姓，但是呢，对官员他肯定是知道了。是。也就换句话讲的话，这个文章还暴露出来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共高层那时候其实都知道了，因为之前的时候人传人，以及呢它就像 SARS 一样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就是说前所未有的，大家才能必须加紧防范，对吧？而且它启动这种的应急，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一定是报告了这个类似我们叫政治局常委。所以我们看到呢，是一月七号的时候习近平开会专门去部署，但是呢那里边后来据这个明报报道，它又带来另一个掩盖，它是说呢要就是为了保卫这种叫做春节前的气氛，所以呢他就要不要破坏这个气氛。是。那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武汉市政府，那么后来看到就又大搞百家宴，对吧？对，是一月十八号的时候，那么后来进一步的在他们蔓延等等的，就是说他这些文章其实就把这个一步步的像那个我们叫剥毒笋一样，对，剥到了这个事实的这种真相的本身。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这种消息来讲传出来，其实让大家看到说应该谁去承担那个责任，然后呢只有这样的话让作恶者或者是渎职者受到处罚，然后呢建立一套真正的体制来讲，才可能真正的杜绝以后各种这样的后患，没错，对吧？好的，好，那接下来来看看健康一加一节目制作的防疫百科。说到能否在短期内控制住疫情啊，我是一点也不乐观，因为就像武汉市长本身对外公开承认的，在他采取封城措施之前呢，已经有500万人已经离开了武汉，而且回到了全国各地。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就是有大量的病毒的携带者已经在全国各地已经是散开了。那虽然全国各地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很多地方都是采取了一级的应对，但是毕竟很多人是携带病毒的，而且他本身可能就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出现，那这样的人自己未必有足够的这个防疫措施，也不见得有足够的这种公德心，说都做自我的隔离，所以在各地传播开来，会有更多的病例在各地爆发，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而且各地都有可能有超级传播者出现，一个人感染十几个人，有些地方已经有出现这样的例子，那我相信全国各地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例子，因为这个病毒已经经过多次的这种在人体中的多代的这个传播，那它本身对人体的适应性已经更加强了，而且传播性可能也会更强，所以在这点上来说，我觉得要想在短期内几个星期一个月之内想要把这个局势控制住，我觉得是相当难的，而且我觉得中国官方实际上在期望这个疫情大不了像2003年 SARS 那样持续到30月份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就采取强硬的措施就能够把它控制住，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整个规模其实中共是低估的，中国的民众一定对这个疫情不要掉以轻心，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是2003年 SARS 经历过来的人，我有足够的经验我也不怕我当年都闯过来了，再来一次 SARS 又如何，我一定能闯过去，那更何况现在官方的媒体一直在强调政府采取了多少多少措施来支援武汉或者其他地方如何就是进行有效的控制等等，那官方的媒体的报道基本上都是要强调政府做了多少正面的事情，而对于疫情的实际的困难的报道是远远不足的，甚至有些地方是隐瞒的，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民众对整个事情的严重的程度很有可能很多人是低估的，特别是如果你不在被分成的地区的话，你对整个事情的严重程度很可能会低估，所以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在春天相见，兑现一个古老的誓言，坐在渡船两岸，青春肩并着肩，乘着光明一路向前，穿越死亡的我们，水往下淹，无所长江黄河飞不见，魔鬼的危险在信誓旦旦，谁在救度，谁在欺骗，四散逃亡的我们，善良是我们最后的期盼，比瘟疫更可怕的是谎言，歌舞升平，白骨如山，天南地北的我们啊，泪水苦也咸，谁来守护这北京的家园，历经艰难，谁把希望点燃，时代变迁光照出天，天南地北的我们啊，泪水苦也咸，谁来守护这北新的家园，历经艰难，谁把希望点燃，时代变迁光照出
前光照。